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世音菩萨，愿我能得无尽悲心，利益众生，带阿他，班赞这样，阿瓦波达，那耶娑，请放掌，就像一个女人，她说。愿我得到快乐的爱情，这样白头偕老。但是学佛不是为了这个，是愿我们有无尽的悲心，更有一个永恒的智慧，因为这个才是我们的宝贝。
啊，如意宝。那这两个合起来就是佛的心，叫菩提心。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真正如果要学佛，不要求，不要求世间的健康、快乐、有钱、成功，不是不要这个东西，是不执着这个，因为这个东西你因缘到了。这样讲比较快，一个人不相信因果，那是给他做皇帝，他可能会杀很多人下地狱。但是一个人就算做乞丐，但是他有智慧跟悲心，他过得比皇帝还快乐。当然观音菩萨就不一样了，又有一千个皇帝的力量，又有一千尊佛的智慧，那个才叫圆满。所以各位要不断的祈求观音菩萨，让自己有一个永不会恨别人的悲心。就像一只忠狗，它主人怎么打它，它只会摇尾巴啊，它不会去咬主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本事吧，这个无尽的悲心，我们可能就会伤害到众生，或者我不理你。所以佛教徒的忏悔，这个忏悔并不是说我上辈子做错什么，当然要忏悔，是当我离开对别人慈悲的时候，我要做无尽的忏悔。所以有一个老和尚讲了一句话，他被监狱关了20多年，天天被凌虐，他讲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他说我生命最大的危机是当我对别人失去忍辱的时候，那才是我最怕的、最可怜的危机。所以无论别人怎么伤害我，我不能想要去伤害对方，我要安忍。所以一个有慈悲心的人，生病的时候他也觉得很快乐，关在监狱他也很快乐，因为当我们生病，我们想的是众生的病比我还苦，叫悲心嘛。所以妈妈不怕痛，妈妈怕小孩子痛，妈妈甚至可以接受承受小孩子的痛，只要你不要痛，妈妈死没关系，因为妈妈心里觉得很快乐。就像各位看地震，很多妈妈用她的身体保护住小朋友。所以当然我们修行佛法就是希望得到这个无尽的，佛教的翻译叫无量悲心啊。当然永恒的悲心，无量没有分别的，永不退转的去爱众生。当然我想这个社会需要，这不管你做警察、做医生、做老师，特别你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我们都会这样发愿啊，但是往往最后贪污了、变节了，甚至愤而离开了。所以讲无尽的悲心之前，就要讲无尽的忍辱，不然的话，就像各位结婚啊，大家都承诺说我们要好好的去善待对方、爱对方，但是对方变了，跟我不讲话啦，不理我啦，晚上不陪我吃饭啦，去外面喝酒啊，哦，他就变了。事实上谁痛苦？变的人先痛苦。那佛教里面的愿，他就是说自己要愿意跪在佛前这样发愿，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别人伤害我，我能够接受。现在我帮别人帮得要命，劝人吃素，结果自己得癌症痛得要死，你也要接受。你没有经过这两个，你不知道什么叫佛教的空性。前面讲的叫众生忍，你必须接受各种众生对你的伤害。就像你要去一个讨厌佛教的国家，他只要知道你是佛教徒，他就要杀你。但是你不能舍弃他们，
你还是要去度他们啊。第二个啊，种种的环境变化、身体变化，你也要接受。那以这两个，以这两个忍，然后你才能够进入了解一切一切一切的变化无常。事实上，它只是一个感受，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根本没有一个我在忍，也没有一个你在伤害我。啊，这佛教叫法忍空性啊。那这个为条件，所以原来你才有一个无尽的悲心。无尽的悲心讲的是佛，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要经常祈愿，就像刚刚念大悲咒，观音菩萨发了愿力，希望他这个愿圆满了，刀山就可以化解，修罗的嗔恨可以调伏，恶鬼道都可以离开饥渴。当然就近来讲，嗡嘛呢叭咪吽瑟，六道众生都可以进入佛的净土，都可以断除烦恼，消业障，发起菩提心。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任务，观世音菩萨的愿力是希望倒驾慈航的意思是说，他早就已经解脱成佛了，过去正法明如来，但是他陪着我们受苦，所以希望这些受苦的友情没有一个他遗漏掉，都带他到极乐世界，让所有众生最后都成佛。那这个叫修行，我们念大悲咒，我们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我们的心，因为本来我们这个清净的悲心本来就存在，只是我们覆盖它，我们没有去培养它，甚至我们用我们的烦恼啊，所谓自私分别啊，去伤害到它。所以当我们念咒，念大悲咒的时候，它又恢复了。那么好了，当然你就一直鼓励自己恢复啊。所以因为那时候我们念的时候很专心，所以现在要讲的是，那你要存什么心来念大悲咒？那这个叫自我益乐力，你要存这个心，然后观世音菩萨就会用100%的力量加持你，这叫感应道交，那自然你就会显现了观音菩萨的功德，叫大悲咒的功德。那这个功德无非就是可以帮助众生，功德叫给众生，给众生的才叫功德啊，自己享受的叫福报，叫福德，福德正神啊，不为自己才叫功德，但是不为自己却很积极的在做。一般人说不为自己我就不想做，为自己我才要认真做，这是世间。那佛法是一切都不为自己，但是一切都为众生，这个叫无所求，对自己像乞丐一样，自己要过得最平淡的如乞丐的生活，但是给别人都要最好的。就像我们今天办法会好像人多一点，因为场地不错，冷气够，所以大家觉得来这边有一点意思。所以以前我在很多国家讲课，在寺庙讲课200个，到酒店600个，可以穿得漂亮一点，可以全家来，因为到酒店好啊，豪华一点啊。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意思，他每一个地方都是最庄严最好的。所以学大乘佛教啊，当然所谓苦行不是叫你不要吃饭吃得很糟糕，大乘佛教的苦行是在内心，在外在的条件你要融入于众生，人家吃得好我要吃得好，人家到什么阿尔卑斯山瑞士什么墨尔本我也要去，我要吃到那个哪里好，不然你怎么可以知道给别人快乐呢？啊，黄金长得什么样，钻石长得怎么样啊，
你都要完全的了解，这个叫慈心。我们讲悲心之前要先修慈心，慈心就是给众生最好最快乐的东西，叫慈心啊，而不忍忍他一点点痛苦叫悲心。事实上释迦牟尼佛就希望每个人都得到生命圆满的快乐成佛。所以各位，我问各位，成佛快不快乐？有没有比谈恋爱快乐？几个人说，其他还搞不清楚。怎么会呢？叫我离开我太太，叫我离开我老公，怎么会快乐呢？啊，所以叫我没钱怎么会快乐？叫我放弃皇帝的位置，我怎么会快乐呢？所以事实上，占有是一种痛苦，放下才是快乐自在。啊，所以有时候你想想，有头发快乐还没头发快乐，对不对？抽烟快乐还是不需要抽烟，不需要抽烟快乐？有爱情快乐还是不需要？什么叫快乐？肚子不饿叫快乐，不是饿。现在颠倒了，故意弄得饿饿了，然后才来吃，故意给他擦一点药，让他很痒，再来止痒。一说去谈谈恋爱，然后再来止痒。那本来就没这个问题，本来不痒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们要找一点会养的，生几个儿子来养，养一辈子痛苦啊。所以当然这个就是因为善根不够。如果各位一定要修到有智慧，生小孩不是慈悲，是很残忍。如果你懂佛法，一只流浪狗怀孕生下小流浪狗是很痛苦的事情，生是苦，你让一个生命到这个世间来受苦。所以我们帮人家超度的人最怕他投胎做人，投胎做人没机会，我怎么可以念着你早一点死去极乐世界？因为一般人不会修行。当然如果一个很会修行来投胎做人，他可以，因为他可以面对这些痛苦，他利用苦修行。一个不懂得修行的人，哪怕他再有钱再聪明，他来这个世间就是苦，所以他赶快读书，赶快赚钱买房子来保护自己不要苦。所以做人并不是快乐。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苦的真理。他做了皇帝，三个皇宫，500个宫女，有一个讲法一个太太，另外讲法真实讲是三个太太啊。但是他觉得太痛苦，为什么？再多的黄金珠宝地位能够不要生老病死苦吗？就像他的父亲净饭王要给悉达多太子，我累积所有的就要让你做皇帝，你为什么要出家呢？那个悉达多太子释迦牟尼佛未出家前说，父亲，你生下我，你可以不要让我老病死吗？你可以吗？他父亲说，没有办法，谁都要老病死，所以我做皇帝也要老要病要死，我做皇帝干嘛？那只是一个感受。很多人在追求感受，考第一名有感受，开最贵的车有个感受，感情很好是个感受，但这个感受事实上是苦的。所以佛陀讲了非常好，来，有受皆苦，凡是所有感受都会痛苦，因为感受会变化，它不是永恒存在的。所以当然如果讲到这边就去思维，哦，所以生是苦，那为什么我们要生？这是我的结晶，我还是我的传宗接代，你会有很多这些世间的想法来套自己，甚至不会生也没面子。很多人因为不会生而离婚，对不对？等等，在我们佛教说，这个人不会生，哦哟，你福报大，就像你家的母狗居然不会生，
你不会福报大，因为生是苦。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智慧，你会觉得不生没面子。所以站在佛法，各位要了解，菩萨生在这个世间是我们的福报，因为他来利益众生。凡夫生在这个世间是痛苦，因为他要面对痛苦，甚至会制造痛苦。所以在这边还是要祈求大家多一点思维，观自在菩萨啊。观音菩萨之所以大悲，是因为有智慧。那什么是智慧？不是读很多书叫智慧，把真理放在你心里才叫智慧。现在很多人很会看经典，很会念经典，但是他不见得有智慧，因为他很烦恼很痛苦。为什么？能一不能二，各位才知道。现在你做总经理，明天把你换掉，哦，痛苦啊！今天这个位置是你的，叫你不要来，哦，很痛苦。因为他执着那个，今天健康，明天生病得癌症，哦，很痛苦。那什么叫智慧？可以超越什么所有痛苦，生老病死得癌症，乃至观音菩萨下地狱，他都很快乐。所以各位，明天我们去监狱帮助众生，快不快乐？很快乐，给我们机会。为什么？因为你没犯罪，你进去马上可以出来，进去光光多好，看看那些光头他们在干嘛，好像去玩一样。因为你没有执着，你也没有排斥，因为本身你这个犯罪就是造业的意思了，怕进去就是烦恼的意思。当然各位不要痛苦，这两个一定要消除。你讲消业障断烦恼，你不消业障，你再怎么读书，说再怎么修行，你不消业障，业一来了你会发疯啊，痛到你要死，痛想要死都死不掉。我去帮人家助念，就是念着他会不会死，这样不容易啊，还要一直打止痛剂这样。所以各位，这个业就是我们的身口意对待别人跟对待世界的反作用力，这叫业力。这一定要忏悔，不断的造善业，千万不要造恶业。第二个，烦恼，烦恼是就近的，因为业是从烦恼来的。所以念一下，烦恼造业，受苦永远要背啊。因为烦恼，所以身口意会造业，因为造业就会轮回，业力轮回。因为轮回，然后呢，你又不了解，又没有听闻佛法思维，你又继续迷惑烦恼，又造业，就叫生老病死，非常痛苦。所以你可以做很多事，但不能有烦恼。告诉自己，有烦恼就不要做，就退下，因为你起烦恼了。所以各位，你在做佛教的事，如果你去道场里面你很烦恼，你不要去，因为你别人不会烦恼，你干嘛烦恼？但代表你心态有问题。那针对这个烦恼，你可以去问没有烦恼的人说，为什么你来道场不会烦恼？我来道场这么烦恼，因为你不知道来道场干什么。你来道场可能要争那个福利，争我要做这个工作，强出头，那当然你会烦恼。但是我来道场，我是怀着惭愧心啊，来服务啊。你坐上面的，我来扫厕所啊；你坐前面，我去坐后面啊，因为我可以修行啊。有法师听一听，没法师打坐写经啊，太好了，总比住在家里好啊。如果你会修行，那你就不会烦恼。道场有人，道场没人，就算这个世界没道场，坐在树下是不是道场？是。坐在屋顶是不是道场？不要跳楼啊，坐在屋顶是吧，看虚空啊，多自在啊。世间好苦啊，我来帮忙啊，我在屋顶念大悲咒洒甘露水啊，因为我不会烦恼。但是如果你有烦恼，千万不要决定做任何事情。所以念一下，心动生不动，
身动心不动，所以你心里起心动念了，烦了，你就不要决定什么事情，不要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你会把烦恼带到那个地方去。就像我这个人呢，有时候我很少请假，但是每次有时候我会请假，慢一点，因为我心里有点问题，我不上课的，因为我不能把烦恼带给大家。再来，当我有烦恼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佛在想什么，所以我必须让自己像个镜子一样，我要反射佛陀的思维，这样可以。那如果我有分别、有烦恼、有所求，那我就不能开口讲话。这是我跟我师父讲，我们讲经说法、念佛、诵经、持咒给别人听的人，不能有烦恼。可以声音沙哑，可以咳嗽，人家不会讨厌。但是你有烦恼，你讲话再好听，唱歌再好听，别人听了以后，本来平静的心都被你搞乱了。因为佛法本来就是心传心的方法，语言文字它只是一个助缘而已。所以心动身不动，赶快净化忏悔，祈求佛陀加持，看经典，平静。平静是本来存在的了，只是自己找不到，所以祈求三宝让我找到一个平静。就像各位现在很平静，现在，但是如果附带一个条件，你就不平静了，那不行。所谓忍，就是全然接受，因为本来一切都是一个假的现象而已，因缘和合，不真实存在，所以我也可以接受被你侮辱，我可以接受被你称赞，现在我健康，等一下我可能断手断脚，我都可以接受，那只是一个痛，痛到死这样而已。死跟痛到死，它也只是一个感觉，不会妨碍我的无量悲心，不会妨碍我的菩提心，不会妨碍我在念阿弥陀佛，所以可以接受。那当然各位，如果你要修这种心态，你必须在一个让你烦恼的世界才可以，你才知道你可以没烦恼。很多人跑来出家，他就听说佛门清净，我说你搞错了，佛门清净是在你的内心里面啊，皆有佛像，这张佛像你可以看他觉得清净，哇，观音菩萨，你也可以当做这地我们在下面拿这个去我们等一下就嗷嗷的丢在旁边这样，因为他不懂，所以是在你的内心里面。所以我想我们要谈慈悲心怎么去做，那首先你要有智慧。所以各位请看到第六页，所以观音菩萨说，当我们要念大悲咒，也不是大悲咒，所有慈悲的事情，当你要去帮助众生，不管你做什么，你要存这个，念一下观音实心。我可以把这个实心就列为今天的主题，叫无尽悲心啊。那这十种心呢，各位要背，当然久了你就背下来，你要会用，当然信解行证，首先你相信观音菩萨讲这个一定的，我要这样相信，然后你去了解，哦，这什么意思。再来呢，那你要去行，你要去做，最后真是如此，正的是原来这个心本来就是我的实相。观音菩萨提醒我们，就像观音菩萨说你是佛，我哪里是佛，我烦恼的要死。各位，烦恼的本体也是佛呢，只是你没有体证到。所以这十种心是你内心里面本具足的，就像我跟各位说，你现在坐在这边很平静这样而已，你可以很平静，但是只是你不能接受那个环境的变化，你不能接受而已。所以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解释一下。当然我必须跟各位抱歉，我不是解释的，但是我很想努力做到这个阶段
我往往用我自己解释的方法，我祈求三宝加持，然后我希望我的解释那么是正确的，乃至但是就算不正确，我也是往好的方向。当然这个观音实心很多善知识解释不太会有问题，也就是说你在看很多经典，这些经典并没有很多善知识从头到尾解释过，但是你还是要去了解里面的意思啊。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不看这一部经典，佛菩萨会加持你，你要很诚心，你还是要说哇 我认真的看了，还是我认真的想要去解释啊，这个佛菩萨就给你加持，让你找到正确的那个点。你要相信哦，佛菩萨像上面的光一样，他永远照着你看清楚，这样你相不相信？这是有形的光，佛菩萨是无形的光，可以破你的无明，只要你愿意，你有那个动机，我想要把大悲咒念得很好，告诉别人，佛菩萨就加持。所以我师父一直告诉我，如果你有悲心，你应该多讲经，因为你一讲经，佛菩萨就告诉你。但是不要用自己的思维来讲经啊，我们研究研究那只是一个知识，但是我当我要讲经的时候，我是全然交给观音菩萨，祈求观音菩萨加持，让我透过我，因为我在跟你说，透过我把观音的真实的智慧跟悲心给对方，这个叫慧。那我要好好的持戒，就是戒定，我保持我应该发的愿跟戒律，我保持专注的信心，然后呢佛菩萨就会透过我，而且我自己也得到。所以念观音菩萨要像观音菩萨一样的悲心流露，那你要全然学习这种无我的，全然放下的归命观音菩萨。我们不能把讲观音菩萨，利用观音菩萨来达到自己的自私的目的，这个叫假公济私，对不对？挂羊头卖狗肉等等等等，甚至假借宗教寺庙来得到自己的利益。老实说，我出家我比较担心这些，出家以后我们看了很多，你会发觉这个人虽然哎呀信徒很多，但是他只是在利用信徒庄严他自己，甚至希望自己得到被相信，哦，你要相信我就好，崇仰我，依人不依法。所以我很喜欢就叫入僧团，就是说我们是把自己融入在这个社会里面，融入在这个团体里面，部分在家出家，那大家一起来找到那个真理，因为每个人都平等的，都有无尽悲心无尽智慧的，这是我们被覆盖住了。但是现在观音菩萨要教我们显现观音的功德，那首先你要信观音菩萨说你要这样做。那十种心呢，第一个大慈悲心，所以当然先解释大慈悲心，然后观音菩萨又把大慈悲心又解释一次，平等心是大慈悲心，无为心是大慈悲心。那当然念大悲咒就是为了大慈悲心，所以观音菩萨才会说大慈悲心是，也就说大悲心咒是，咒就是心啊，心咒就是一个重，你的圆满的心态叫重。慈是给所有众生快乐，悲是让所有众生离苦，大是无有分别叫大。所以大慈悲心第一个要有平等心，平等骂我爱我，健康生病上台下台你都可以接受，平等爱你的儿子，爱你的敌人，爱你的女儿，爱一只跳蚤，爱一只蟑螂，都要平等。所以最难就这个，女人就不容易平等，女人比较讲感受，
喜欢就喜欢的要命，讨厌也讨厌的要命啊！你要达到平等有点困难，但是至少我在念大悲咒，我要升起这个冤亲平等，所以你要练习最爱的，不爱也不恨的，最恨的，你要开始用同样的方法去对他，思想慢慢学习平等。现代人跟家人跟爱人在一起好快乐，跟不爱的人在一起很痛苦，那就代表你的内心不了解平等的意义。当然我们现在要念大悲咒，所以要观修这个平等无分别，黑等于白，白等于黑，白天等于晚上，健康等于生病，有等于没有，你要接受平等，也可以叫如虚空接受，你才能够平等。因为太阳没有分别，土地没有分别，所以水给任何人他也没有分别，因为他们有平等心。第二是无为心，无为就是有为的对立，有为就是可以这样讲吧，有起心动念，有所求。这个世间像这个房子叫有为法，我们今天办这个法会叫有为法，故意的嘛。哦，贴广告，找人，大家各种因缘，所以才来。但是要从有为法里面去达到无为法。无为法是它的本体，所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如果你能够观，那就达到无为法，你就不会被这个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变化无常受苦。所以海浪波涛汹涌，但是海底呢，就有点像无为法。所以那各位要让自己的内心在这种无为法、无所求、平静的动机，也就放下的意思。就像各位打坐，打坐很容易达到一个好像忘了自己有身体，超越时间空间。打坐你有时候坐了三个钟头你都不知道啊，别人叫你，你怎么坐那么久，还没有，我才还没有五分钟呢。啊，那是因为你进入无为法的时候啊，相似这个好像超越了时间空间了，因为没有身体，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超越时间。各位要多去思维，当然你要找到无为法，必须从有为法去看，那你就不会执着在有为法，爱我恨我，对我好，薪水高薪水低，因为那是有为法。有为法都是生灭的，那当然这些我们只能自己去体悟咯。第三是无染浊心，一个人爱一个人，恨一个人，喜欢一个东西，讨厌一个东西，这个都是染浊，我们也叫执着。就像你去爱上一个女人，你去爱上一个男人，那个叫染浊。年轻人就爱上手机游戏，睡觉了还要看，十一点了看到一点，你说我要睡觉看一下嘛，看一下就变两个钟头，看到没电干脆插电继续看，爆炸死啊！那因为他已经染上了那个东西。所以各位要做比喻，做比喻，这个人吸毒，这个人喝酒，他没有酒不能活，没有赌博，这个叫染。然后你现在到底染着什么？你要问你自己。我执着一个事情，我执着一个东西，或者我爸爸跟我这样讲话我不舒服，我妈妈跟我这样讲话我不舒服。啊，你希望他这样跟你讲话，你不希望这样。所以有爱就有恨。那事实上，无为心也好，平等心也好，他只是用不同的面向来解释，无染浊心也是无为心，
那至少各位不要有一个目的吧。我给你念大悲咒五遍收100块啊，或是今天我念大悲咒，因为我儿子生病，所以我一直念大悲咒，希望我儿子好，这也叫懒惰心。错了哦，我儿子生病，所以我现在专心的念大悲咒，要这样，了解吗？因为你专心的念三遍五遍无染浊心，才会产生那个功德回向给你儿子。但是你用染浊心去念，那这里面就没有融入观音的心，叫有所求才要念。我认为现在大部分年轻人，很多大部分都是把佛教当买卖交易，我念几遍可以怎么样，不是意思。我认为念几遍是你叫我念一遍地藏经，我还不会这么佩服观音地藏菩萨，念第二遍念第三遍，哇，观音地藏菩萨太伟大了，念第四遍我要学地藏菩萨，念第五遍我一定要做地藏菩萨，好，可能念七遍你真心要成为地藏菩萨的化身了，要去实践地藏的愿力，去孝顺众生了。因为这样，所以你爸爸乃是下地狱都超度。所以当然我们念业多变，应该越慈悲，念大悲咒念到会背起来，应该要很慈悲。所以再问一次，会背大悲咒的请举手，我看一下慈不慈悲。放下，各位你们看他一下，这个年纪会背的，坐我旁边坐那么久都不理我，还会背我，人家老外会 hello， 对，他不理我，便当也不拿给我，啊，所以那这样念大悲咒没意义，念大悲咒是你的心显现，所以叫大悲出相。那大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可以显现各种形象，是为了度众生。所以我们念大悲咒，你要显现我要帮助任何一个生命，这样不管在什么时间我就来帮助。就像各位来参加法会，哦，赶快先来，哪里我可以帮忙啊，哪里啊，这次没帮到登记一下，下回有一定找我，我来帮你铺地毯啊，我来帮你扫地，因为我开始想要去慈悲。所以染浊是为自己啦，无染浊是为众生。第四是空观心，观是智慧啊。那各位要能够用真理，空观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你要看到真相，这是花，花不是花才叫花啊！啊，这是花没有错，但是呢，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存在，它会变肥料啊，会烂掉啊，所以我可以了解它是变化无常，可以接受它变化无常，所以这样我才来用这个花，这样啊，钱不是钱才叫钱，感情不是感情，所以可以有感情。就是说你知道有感情，你放下感情再来使用感情，后面这个感情就变慈悲了。佛法非佛法才叫佛法，因为你一执着佛法就完了。我认为大悲咒是最好的，我认为楞严咒是最好的，我认为哪一个是最好的，那是最伤害你的。佛法是一种对治，今天假设我是医生，我相信每个人身上有不一样的病跟心态，所以这个人适合念观音菩萨，这个人适合念地藏经，这个人适合打坐，这样了解吗？这个叫你要这样去用佛法，而不是说通通一样 OK， 香港脚拿来抹眼睛这样啊，所以那就你有这个执着都不行。一切的世间法跟佛法的本体都是空性，连大悲咒也是个空性，一个因缘所生法，不永恒的。所以那对每一件事情你要这样去看待，不然的话就是说，也佛陀这样讲，意思是说
当你要念大悲咒的时候，要把世间法全部净化一次，净化一次。比如说你是个飞机驾驶员，刚刚跟你的女朋友吵架，哎，对不起，你来开飞机，哎，不能带着吵架，等一下我们整个都死了。那个时候你要放下，那个时候你跟飞机合为一体，那个时候你是一个飞机驾驶员，这是你的任务啊！你要把自己放下，好好的照顾这一部飞机跟飞机上所有的人，那这个是个空观。你不能带着一个伤心，带着一个兴奋啊，在飞机上反正没事啊，自动驾驶这边想女朋友这样啊，在那边痛苦，那不行的。所以你在念的时候要了解，世间一切都是电影，电影假的假的啊，暂时的，它是存在的，那这个存在是不永恒的，变化无常的。再来是恭敬心，他为什么要念大悲咒？尊敬众生都像尊敬观音菩萨一样，学佛就是尊敬。所以各位现在开始不要看不起别人，不要傲慢，这个人就算破戒做了很多的恶业，他的佛性不增不减，越坏的人越容易成佛，就像我一样啊，怕死嘛，而且知道以前错了很多，但是有一点善根，不要再做错了。所以我认为要么就错到底，黑魔王，要么就做白雪公主，我不要做那个又黑又白的啊，就是单单纯纯的过一辈子，去做好事就好了啊。但是从内心里面要真实的去尊敬，所以各位多拜佛，但是拜佛要记得观想正确啊，拜下去自己在拜，没错，后面的拜我替老鼠拜，我也拜老鼠，因为在降服这个我慢，我要把所有老鼠蟑螂都当作我心中的佛来服侍他，不然你怎么成佛呢？成佛最大的敌人就是我慢。现在有很多很多所谓恶知识，他不是不会讲话，不是没内容，而是他希望人拜他，我成为你唯一的老大，我是你的佛，他都是，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很会讲话，很会写书，但是因为他是想凸显自己。但是我们念大悲咒的，各位要想，众生都是我心中的未来佛，因为我要学慈悲，尊敬他，他才会成佛，而且我永远尊敬他，因为对方永远有佛性，只是他暂时忘了，所以不能看不起对方，学习恭敬。那这个恭敬，像我这样讲，很容易讲，但是你必须从待人接物、吃饭、做事看出来，你有没有很尊敬对方啊？对对方很客气，就像你去印尼，印尼有个好处，他只要经过前面，他一定把手放在他的脚，然后这个是一种尊敬，就像我摸印度人一样，他尊敬你，他会把他的手放在你的脚，然后放在他头上，他尊敬你。所以我们不敢高高的从他面前走过，特别这些都是未来佛。所以那当然你要一直练习。再来是卑下心，我是众生的仆人、奴隶、扫厕所的。所以这一点我刚出家，我的师父比较严，他就要我们扫水沟，每天洗碗，就是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慧日讲堂像饭店一样，很多法师，世界的法师都来挂单，那挂单以后就要整理床铺、整理厕所。我师父问我说，这个你能做吗？我师父没问题，我以前离家出走就是在洗马桶，提醒你，我搞饭店很熟的，折棉被的啊，
这个没问题，哎呀，能出家就好了，啊，所以我师父，这个考不倒你，这样，再考别的，这样，啊，所以扫水沟，清垃圾，那就是这些。但是这个东西它就是让你不骄傲，因为对我来讲，读书太容易了，打坐太容易了，所以当我师父要你从最高班的掉到最低，当我在台北，哇，越坐越坐人越多，哇，很多人，因为我每次号召我办法会，我很多人，要师父叫我去恒春，恒春没人，啊，大家都吃槟榔。天哪，连师父都吃槟榔啊！然后就是又从头开始。然后我在那边待了差不多，又做得很伟大。我师父说：“你离开吗？”我被赶走了啊！我师父说：“哎，你有办法，你有办法。他们没办法，给他们住。你想办法，你离开。那当然，很多信徒就不高兴了。”那是长老，你要海涛法师离开，你要安排，人家有福报，不用我安排，啊，那是这就是师父啊。但我师父说，这样为你好，所以我就白手起家这样。那白手起家做到有一个阶段了，我师父又给我找去，喂，做任何事情不要超过两年，超过两年就换你做会长，就骄傲，赶快离开。啊，所以我又做两年，又做到差一点做到会长，然后又跑到高雄，他就这样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所以当然我师父在世了，他就说就怕骄傲啊，你做了住持，你做了大法师，老实说我在台湾演讲，哎呦人多啊，对不对？我经常在欧美。20个就不错了，40个还听不懂，还要翻译，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这样啊。但是你要让自己从零开始，没有人，没有人无所谓啊。哦，我们到浑木区，浑木区多好，对不对？能够慈悲，能够去服务他们。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当然你要给自己功课。千万不要一直想要，我要这样不要那样，我要这样不要那样，卑下众生高于我的一切。现在条件好的会看不起条件不好的，会的会看不起不会的，老的会看不起新的，那你就没有卑下心。所以各位女孩子，各位太太，做你老公的仆人好不好？爱干官啊，要甘愿帮他洗衣服啊。像我妈妈，不爱跟你睡，我爸爸如果不乖，不爱跟你睡啊。我老爸就说你在边弄，我们这些儿子又不会洗啊，他这个没办法。是因为我的妈妈不是那么尊敬我爸爸，这样。虽然我爸爸很会读书，很会赚钱，长得又帅，问题他就是看不起他。因为有几个点会让我妈妈很在乎，这样，比如说，一个男人呢、啊，如果对女方的爸爸妈妈不好啊，对不对？那这个妈妈，像我爸爸就不希望我妈妈回乡下，哎，因为我爸爸是留学回来，那我妈妈会觉得这样看不起人。同样的，一个做太太的。如果对不起先生，就是对不起公公婆婆，也会让老公很恨，有没有道理？因为这个做先生很爱妈爸爸，很爱妈妈，结果做太太的跟他妈妈合不来，哎呀，这怎么过生活啊？他会很恨他。所以我在印尼有一位男众，很虔诚，后来跟他太太已经结婚20年了，他太太再来跟我哭，他外面有个女人又生了小孩，那我就把那个男生找过来。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师父，我可以发表意见。我说可以啊。他对我父母很糟糕，我恨在心里，我没办法，我发泄发泄。我去外面找女人，哪里知道他有小孩了？但是我现在负责任，我养他。
啊，我说你这样讲好像是理由，但是啊，你还是邪淫，这是你的借口，但是你还是错啊。但是我也跟女方说，你也错，那没办法，本来就是错加错叫结婚啊。啊，那因为这个世间法永远摆不平的，摆不平。但是你要，因为没有错，这个男生很爱他的妈妈，但是这个婆婆对媳妇不好啊。婆媳就是不结好缘叫婆媳。那当然先生会怪太太，但是太太他认为反正你妈妈对我那么不好，这个就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说你们最好好好学佛啊，离不离婚这个你们的姻缘啊，我这个人不参与的啊，但是只是说你们能双方都能够学佛就没问题。如果佛法不入心，只在佛教里面一直做善事啊，烦烦恼恼对你们帮助不大。未必青山大道是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防疫医师严嘉贤。如果您与 COVID-19 确诊个案曾有密切接触，请先留在家中自我隔离，等候卫生单位通知。除非有立即就医需求，请不要离开住所。在家中请单独一人一室，避免与其他同住者接触或共用卫浴。请佩戴口罩和注意手部卫生，并使用稀释后的漂白水或酒精清洁经常触摸的物体表面。如果您不是需居家隔离之密切接触者，请自我健康监测14天。若出现以下症状，请联系119卫生局或1922。一、指示就医或筛检，禁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并请主动告知可能的接触史。指挥中心关心您。中国有一位神医叫孙思邈，他是一位神医。为什么世间的病他都能够医？因为他有一本书，这一本书是从龙宫海龙王，就像我们现在读《华严经》也是从龙宫拿出来的。啊，那孙思邈为什么有这一本书呢？因为有一次他在路边看到人家要杀一只鱼。他起了一个慈悲心，看到那只鱼很漂亮，就给它买下来，不要杀了，就给它放生了。啊，那只鱼很贵很大嘛。然后那一天晚上就做梦了，梦到海龙王来找他。海龙王跟孙思邈说：“哎呀，你救了我的儿子啊！啊，所以你到龙宫来，你要什么黄金珠宝，龙宫都给你。但是孙思邈说，我是个修行人，我只喜欢医病人，我不要钱。我只喜欢帮助别人，不要生病。”海龙王说：“那太好了，我龙宫里面有一本秘籍啊，送给你，任何病你都可以医。”所以他就成为人间的神医啊。我们中国修行七真人其中的孙思邈，为什么救一只鱼啊？啊，所以经典说救一只鱼，你就可以延寿12年啊，因为鱼的寿命嘛。所以我想，我们就经常各位啊，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功德的啊，帮助别人。所以佛陀跟我们说，所有生命的快乐来自于帮助别人，帮助众生，所有生命的痛苦来自于自私，为自己想。所以佛教